Коля! Коля!让他再给公安送点甜头。知道了。淀粉？都是淀粉？你马上通知自家的所有联防战士到局里集合，然后去装备库准备给他们配枪，让大伙做好准备，随时出发。是。田家福，你再耍我们！干什么干什么？到外面等去。大夫，你听我说，我是公安局的，这个病人对我们特别重要，请你帮帮忙，好吧？那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。我跟你说过了，我这是紧急公务。好吧，交费了吗？已经去交了。把这钱放到手上。谢谢。别站着了，快点帮忙。啊，对，慢点啊。强心剂，肾上腺素，快！请你们在外面等候吧，我会尽力的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行吧，走。坐。没事吧？阿珍，阿珍，你不能死，要死了孩子怎么办？兰兰。兰兰，兰兰，兰兰，爸爸对不住你和妈妈。妈妈，一直在一直喊着田家，喊了好几天了。不哭，你看爸爸都不哭。啊，爸爸都不哭，你记住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已经长大了，你是大人了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？从来就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。我是警察，我又不是毒贩。我不是说的那些人。那些人都不是人。我爹妈死得早，我靠给别人打工挣点钱才娶了这个媳妇。在他生病的这两年里，没有一个人帮我。不是走投无路，我不可能去运毒的。你存折里不是还有300块钱吗？那是我第一次运毒，江秋给了。他说我没有运出去，可怜我才给我。你认识江秋？他是我老婆的一个远亲，我运毒就是他拉过来的。你第一次运毒是什么时候？就是前几天闯青龙桥，没闯过去。闯青龙桥有你？江秋带的队啊。原来是你们这帮人杀了我的同事。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呀。当时江秋说我不会开枪，就给我一根木棍子。我，警察同志，你就是给我枪，我也打不着啊，我也不会开啊。再说我也怕杀人啊。是，后来给枪了，那我全朝天打的。你跟江秋来往很多吧？你不用怕，说实话，啊，我以前对你做过的承诺不会改变的。你跟江秋很熟是吧？来往不多，只是去年才走动。江秋住什么地方你知道吗？知道，他带我去过一次。江秋的老板你见过吗？没有，不过江秋说这次如果这批货交易成功了，就把我介绍给老板。病人已经醒过来了，我可以进去看看吗？可以，你让他好好治病，
钱要是不够的话，我们来想办法。我能这么告诉他吗？你就这么告诉他。走，好了。阿珍，妈妈，好点了吧？阿珍，答应我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都要照顾好自己。不哭，不哭，妈妈。大夫，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他患的是心脏病，是先天性的，如果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，可能就没有什么机会了。你是说他整不好，万一就可能……阿福，你还能回来吗？爸又回不来了。是你干了伤天害理的事儿啊。嗯，是我该死，我该死。黄莲，哎，黄莲，哎，小慧，哎呀，还麻烦你跑一趟。说什么话，这缉毒警察都是一家嘛，何况咱们俩还是老同学。哎，刘警官把咱们这情况跟院长说了一下，院长还真支持咱们的工作，同意减免医药费和住院费。真的啊？这事儿你交给我了，其他事儿就不用管了啊。行，跟你呢我就不说什么谢谢了啊。哎，什么时候到凤栖县来，我请你喝凤栖最好的酒，怎么样？行了行了行了，你们凤青能有什么好酒啊？哎呀，小看我们凤青。哎，局长，是我。什么？淀粉？都是淀粉？这怎么可能？黄莲啊，就这两提包货是真的。不过我认为啊，这是他们给我下的诱饵，他们算好了我能找到这两提包货，然后呢用手榴弹占掉我们，只是没把我们炸死，他们的目的啊达到了一半。你是说他们是玩的调虎离山？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，否则太不合逻辑了。我认为啊，答案很可能在我们抓的那三个毒贩身上。光临，田家福那小子在玩你，听见了吗？我听见了，可我不认为这事跟田家富有关。那有可能，不过我提醒你啊，这些毒贩啊大多是丧尽天良甚至是丧心病狂的，你要对他们啊不要抱有太多的幻想。而且局长，我并不是对他抱有什么幻想我才这么说的。你听我说完好吧。你再等田家福吧，我相信你的审讯能力，但我提醒你啊，你千万别让这些毒贩的软功影响你的判断力，明白吗？我明白。那好，就这样啊，挂了。哎，局长，说，是不是马上通知政委和教导员，对黑山门和卢石镇一带的关卡严密监视，同时，在青龙桥、秀水坪和南萨镇也增设关卡。虽然现在已经晚了一点，但也不是完全不起作用。我觉得，这里边如果有阴谋的话，就一定是个大阴谋。知道了，你马上审讯吧。挂了啊。小慧，有个事儿还得麻烦你一下。哎，说什么呢？田家福我得带走，他的孩子能不能帮他照顾一下？行，没问题，这事交给我们吧。啊，行。现在的形势是不允许我们休息了，光临的分析是对的，我们的对手肯定有一个大阴谋大计划，我们必须马上行动。上去，我马上去审那两个兄弟，一定从他们嘴里边把情报掏出来。放心吧，小东，走。张军，那我们干什么？你马上通知在家的所有联防战士到局里集合，
然后去装备库准备给他们配枪，让大伙做好准备，随时出发。是。我兄弟他在哪？他可什么都不知道。他不知道，你知道是吧？我知道什么？你知道的太多了。你耍我啊？看来你是很爱玩游戏呀、啊。你把200公斤假货和手榴弹放在那个洞里，你感觉到很兴奋，是吧？山洞里那些东西我都不知道。这么说，你弟弟比你知道的多，是吧？你们别听他乱说，他胆子小，一下就糊涂了。哼，我可不这么认为。我觉得你弟弟比你清醒得多。他说洞口那三颗手榴弹是你让他放的，而且里边那五颗也是你放的，还让他瞒着田家福。怎么样，你弟弟是不是比你清醒？嗯，不说是吧？好，如果你愿意你弟弟被宽大处理，而你被判死刑，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小东，把他带过去。看来我没有必要在这浪费时间了。等等，服务员，开门。家福，你在耍我们？耍你们？我什么时候耍你们了？我真是瞎了眼，我看错了人。吴队长，我如果和你们说过一句假话，你们现在就给我毙了。反正我是死罪在身，挨枪子是早晚的事。但是我求求你们，你们让我死个明白，我什么时候耍你们了？除了那两包毒品，其余毒品你什么时候放进去的？我根本就不知道啊。你还不说说实话？我说的全是实话呀，真的。吴队长，你们对我的家人这么好，我怎么会骗你们呢？那我问你，那两包毒品是谁带来让你卖的？冯刚、王强。那是谁告诉你的交易时间和地点？家父，我们的政策和法律你应该清楚的，如果你有重大的立功表现，我们会严格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对你宽大处理的，知道吗？可是，你还是不相信我们，对吧？那我再问你，你相信我吗？
田家福，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要是还不明白吴队对你的一片苦心，那你可就真该死了。这人叫黑三儿，住在杨角岩村，王刚兄弟的货就是他提供的。对，这次我们和田家福的交易也是他从中联络。我估计啊，这家伙是明来独县上的一个重要人物。你需要支援吗？来不及了，抓住他越快越好。好，那你和万山一定要小心一点。另外啊，王刚已经招了，但他只知道他的任务就是引我们上钩，保证老板大计划的成功，但具体什么计划、怎么个行动，他一无所知。所以我希望你啊，能从黑三那儿拿到详细情报。我知道。东南，坐一下。哥，今天如果真是吉日，人会很多，你们可不要大意。放心吧，长军。一个小窝俩人轮流休息一下啊，别累着。您还是在车上眯一会儿吧。啊，没事，有张健的。啊，走了。哎，走。检查好了。哎，对了，宗队啊，我就不明白，哎，你怎么就知道那山洞里的手榴弹都是王刚放的？而且啊，他还要让他弟弟瞒着田家福。啊，当时啊，他问他弟弟在哪儿，我就突然想到利用他弟弟来突破他。不过后来他又说他弟弟什么也不知道，哼，我当时就断定啊，他是主事儿的。至于田家福那一段，那呀是我猜的。你怎么就猜这么准啊？哎，那是因为啊，王刚太狠，田家福啊又太软。曾队啊，真有两下。别学拍马屁那套啊。不是，我这真心话。逗的。家福，哎，我们得把你铐起来。行，铐吧。
在哪？三儿，你在哪？啊，老太太，我们是警察。三儿，你在哪里？三儿，你过来，让妈摸摸你，最后摸摸你。你摸什么摸？我走了。站住！站住！让你妈摸摸怎么了？我早就告诉你，早晚有这么一天，你就是不听妈的话呀！走吧，还等什么？三儿，三儿，我先把它打开。下来。坑害别人还不算，连自己的母亲也不管不顾，你他妈根本就不是人，你猪狗都不如。王林，这种不孝之子犯不着跟他动拳头啊，脏了你的手，要我看就这狗东西一枪崩了他算了。这家伙拒捕逃跑，哼，他还袭警呢。求，你跑啊你！求求你饶了我吧。江秋现在在哪儿？在卢石镇附近。你们一共运过来多少货？大概两三百公斤吧。你的任务是什么？引起你们注意，最好能炸死你们。说不就完了？局长电话打不通，曾展怎么不接电话呀？那怎么办？
人来信号。关山，啊，你盯着点，有信号马上告诉我。好的。过来，看见那个人了吗？戴着墨镜挺神气那个。嗯，看见了。他是个雷子，也许还是个小偷。来，过去。再看这边，蹲在那里剃平头那个人，穿黑色衣服呢，看见了吗？嗯，看见了。那也是个雷子。他们也许还有两三个人，不过这两个最主要的。你们的任务就把他们俩引开，明白吗？明白。那我们要是被发现怎么办？你们身上什么都没有，怕什么呀？他们只要一看见你们，赶紧就跑，能跑多快跑多快，不被抓住最好，明白吗？嗯，明白。真是，走吧。莫林，有信号了。师傅，说，明来行动的集结地是在卢屎镇。情报可靠吗？绝对可靠。你马上是去卢屎镇。就这样，庄健，你马上去卢屎镇跟光临会合。是。
不接电话。也许江秋他们已经到了。带他们走。是。走走走，快走！走走走走走。走走走。哪儿跑？走！自己带上，走吧。大老师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走！来，你们俩过来，顺着这条路往前走，到了微城有人接你，把东西给他们以后，就可以拿到钱了。把东西给他们，快点，快！把孩子给他们，走吧，来，跟我走，走。衣服不是，站住！那是衣服，里面的衣服。走，听话，走。喂，小包吗？你们为什么不接电话？啊，我是曾展。曾展吗？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啊，我不告诉过你吗？手机放在身上。好了，你在哪儿呢？我们在镇的东边。镇东边？对，刚刚抓到两个毒贩，但好像收获不大，大概只有2公斤吧。这个东西不是我们的，我没有这个东西。闭嘴！
不是罗曼的。闭嘴。嗯，知道了，马上过来。好，嗯，走，带走，走。慧琳，局长电话。喂，是我。喂，光临吗？你在哪儿呢？卢屎镇以东，大概20公里吧。你晚上想办法，从插着那个从卢屎啊往微山的土路上，往张家呀带俩人过去，往你那儿赶。如果顺利的话，没准能抓两个小鱼回来。知道了。曾长他们呢？他们抓两个小虾。好了，就这样啊。那边怎么样？让他们跑了，都是你坏的事儿。站住！你是在哪儿看见我们的？上面。走，上去。进去。这帮混蛋，看来这是他们长期经营的一个点啊。嗯，毒品的聚集地，他们就在这儿，一直在监视着我们。那张琪什么时候到的？